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对，好听。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，不，他的老婆叫 BB 哎。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啊 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。那个谁，哎，承诺，学一点那个 popping 跟 locking 的街舞动作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玩就好，不要受伤哦，头不要撞到地上哦，你看丢弟弟那个。
东可以看。他来帮你 B-box，B-box 是不一样，知道吗？你唱，他用 B-box 帮你配。就说的话，他唱的这句话，我现在这。要跟哥哥学。他这个 B-box 1000块呢。1000块呢。好呢。最强的，你是你 B-box 就浪费你健康，重来那个阿威，那个重来。难道你就不会疼？那离开，没有互相保留证据嘛？你要保留那个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好，那个店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盗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李先生，你刚刚就这样，我不要你这样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。窃占公家的所有店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
你先把它拆掉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线了。Oh.
肥汤。